应该对，安尼就收了对啊。瞬间，哦，这个竹笋进去之后，伊原来收袂，靠腰，奇怪，那收无啥落。哦，好，进去了，检查一下。好，来开始看，这个都有进去。哦啊，胶还没干就要赶快锁上了，让它挤出去。哦，这边好。填住螺丝，给给，哦，把用水手给戳呢，应该要搁换姿势。我感觉这个姿势镜头卡卡，啊，还要闪镜头。迄打无要紧，即马收落去，迄个啥内底淡仔胶会冲迄边啊，紧的啦，忍袂落，换姿势。好，这样子就对了。来，先锁上。进来进来，吼、哦、对焦，简单讲先锁安上，迄个点仔胶先拔出来。我够紧张诶，你白龙学，唔捌到过这個，用那个最笨的方法。来，换这边。到底对我收了不好，真惊嘞！啊，这个好像是锁那个22牛顿米，嘿，掌声车的头给我个门嘞，给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我们看那个胶有没有冲出来，来看这边哦，哦 ，last K 的这个胶，我们等一下赶快紧迫锁住，让它密合。开始，哦，换这两只六角的。哦，今天想时间赛跑，锁上、哦。我们先用这个小只的扳手，先把它吹紧。哦，先让那个胶跑出来。仔细看这边。哦，真紧张嘞！哎呦，你娘！啊，这用手转按就好啊。这是，但也嘛是要用迄个扭力扳手，先用手先稍微吊紧。好，天柱螺丝在抄。哦，这样不知画蛇添足哦，但是以我的经验是不会的。好，出动扭力扳手。来锁之前，这个我们先给夹的，哦，暂时先夹的，它才不会。掉下去，先安呢，啊，这个等一下再拿掉。来，感谢金童力赞助。好，啊，这用那个啥，这跟他两分用两分来转的哦。它这个最高磅数到25，然后这边有写哦，25牛顿米，然后我们又要锁那个22就好了。以后有一个，唔知什么单位安那换算，我无啥样算啦哦。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抄上去。这边哦，这支翕无上来出来后 ，Nm 嘛，牛顿米，它这个最高25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17嘛，我们先把它往后，哦，往后把它调，哦，慢慢抄上去，差不多好，先头第18啊，18姑娘一朵花开始，哦，要修一下。所以这一点要有这个扭力扳手的，你看我慢慢上去，啊，这有一个顺序啊，对角。咦，原来你对唔对啊？呢，我们再把它调低一点看看，怎么好像不会掉掉呢？咁真爱手甲只硬呢，惊到。这个第一次用呢，差不多伫个15。好，我们把它对准15试看看，看会不会掉掉。正常一下是会掉掉的、啊，哦，又会掉掉了。好 ，OK， 好有啊，你这种东西要你棒数要慢慢上去，不能太紧。好，然后来，再把它调到。我讲伊这个缺点哦，这字哦，看无啥有念在。
直接把它调到，我看下，哇，这足歹翕的呢。哦，我呢，现在是，到18了，18。哦，有啊。哦，这好用，真同你这支好用。啊，你这里莫提到伤长哦，提伤长，草嘞惊挡袂牢。因为这支呢，到这里为什么差那么多呢？奇怪啦。哦，有啊，好了。黑另外边啊，两支蛋也收。好，我们直接要把它抄到22了哦。这个很难对呢，21嘛。19底下21，所以21我们再把它加0上去，我们先对准21。看一下哦。好，加21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把它加0哦，一直转到下个0。加。所以这边应该就是。哦，22了哦，23半嘛，对不对？再下来一点点，好，这雕了就够啊、哦！来哦，换好哦，对唔对呢？这暗，哦、我刚才草料刚才足恐怖的，我们再 check 一下。那我们看了，刚刚是那个20加1才对，刚刚去调到23了，哦，这嘛是21，所以这嘛来转，应该它就是要会掉掉了。哦，哦，有啊，到了，哦，这个是22哦，22，好 ，OK。哦，要收这支，咱两个转到行行，去外收走去安尼，那转到迄个感觉触感怪怪，好，心理作用来，因为他这个在转迄个对档啊，袂啊免惊啦，哦，哦这个角度很难用诶，好 ，OK， 哦，阿你再 double check 一下，所以这有诶，咱讲吼。磅数到还旋转90度哦，迄个是搞的时阵，你搁吹半咧。好 ，OK。然后这边吼、哦，基本上我是感觉这按就好，这是辅助的尔，这嘛唔要转了伤按。啊，正常你是要用扭力扳手下去转，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也是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。哎呦，安尼做好了呢，好。22牛顿米锁好之后，因为那个刻度看不太清楚，我们换上这个电子式的。我们现在把那刻度设定在哈22，好22牛顿米哦。好，我们把它做个 double check。啊，这时候按的时阵有无？它这个红灯会亮。来哦，哇，力道转了。好、哦，大概 OK， 好 OK B 了。好，闭了之后换这边，我看这准确度较悬呢，电子式的，我故意灯把它关掉，看这边哦。哎呦，去脱离了。好 ，OK 了，见好就收。吼、哦，都我叫脱一个，我会惊。哦。大概就是这个工具，让同学看一下哦。这修块哦，这块是个准呢，它之后还会再滑一下进去呢。同学有没有看到这样滑一下？哦，会使。好 ，OK。哦，这要注意，要不然如果啪啪滑下去就输了。好，同学们起脚，我们再把它做个 double check。给我看这。扭力扳手的边有些头先用袂习惯，你毋知影？它在转有的时候会跌跌，有的时候不会跌跌的。你毋知是咱电的方法毋对哦。哦，非常
鸡，恐怖，好 ，OK 了。这边也顺便吊一下，同学快被高潮了，抱着那个吊吊，好。这正常的，它的磅数是比天珠还要小了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呐，看这袂给割。好了，安尼有了，安尼有造出来了，它会这样伸出来，这个是我要咬的感觉，哦。我要的这个气密就是这样，我好加载，啊那叫白龙血得逞啊哦，得逞的时候得逞月呢，你这个所在，啊有啦有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个地方真的是爱师傅给造出来，哦，啊也小可造迄个啥，那是刻刀，伊种迄个烧掉不要紧的，因为我们用的量不多。把，哦，这个孔格先塞住好了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个地方哦，现在目前是不是哎对起来准有哦？另外那边应该 T 就会对准了。看，哎呦，结果有差。来，不要紧，伊个管定小块误差，这个我们可以转一下。正常是到这，因为那个我们上面还没有钉下去。啪啪哦，我们直接过来，你看有阿苏比有哦，所以它这个间隙是在这边哦，啊不然这个瘦了，安得好了。